jungle. Audio Jungle. 2018年元月，博大出版社发布书讯，九平编辑部新书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即将出版。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MDASH 中国篇是继九平《共产党》之后的又一鸿篇巨制，自2017年11月19日起在大纪元新闻网首发，赢得广大读者的赞誉。去年适逢十月革命百年，中外学者都撰写文章剖析共产主义的本质，反思共产主义在过去100多年里给人类带来的灾难。纵观当下全球时局，中共的统治令大陆满目疮痍，乱象丛生，道德崩溃。在世界许多地区，共产主义思潮仍在渗透肆虐，对和平与文明构成威胁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新书封面，博大出版社自继九平编辑部正重推出新著，撕破红潮黑幕。 MDASH 共产主义来自何处，共产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，对这些根本问题的答案，现在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。 Article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学说，一种社会制度，它是一个邪灵，其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，败坏道德来毁灭全人类。 Article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MDASH 中国篇序言，九平编辑部以独特的视角，前所未有的高度，结合历史与现实，深入剖析共产主义对人类文化与道德的破坏，以及共产党意欲摧毁中国社会与全世界的邪恶图谋，让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共产主义的危害，使世人真正受益。读者表示，这本书宛如就是良方，振聋发聩。网友留言抒发感想 LDQUO 写得太好了，含住泪读，中国人太可怜了。 RDQUO LDQUO 希望这一系列的文章能唤醒中国人，尽快传播。 Article 中国人只有彻底觉醒，彻底摒弃共产邪恶主义、共产邪党，回归传统，回归神，中华民族才能复兴。一个背离神的民族怎么能够得到神的护佑？无神论是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圈套。 RICO 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说。